莲位于板块交接处，频繁的造山运动历经数千万年的累积，成就了花莲独特的山海景致，同时也为花莲创造了令人称羡丰富的天然矿脉。花莲的大理石和蛇纹石远近驰名，花莲早在60、70年代就有享誉国际的大理石王国之称。全部都是石头，这边非常的壮观哦。这里的话呢，其实是来自全世界各个地方的矿石，对不对？是。这边大概有哪一些矿石啊？像如果以台湾来讲，白大理石，和平板那边出产，哪一个啊？这边全部都白的，这个白色的，有带细细的灰纹。最上面这个吗？对对对。啊，这个是花莲自己是本地产，叫做白大理石。白大理石也有俗称和平板，因为它白就是这个，就是它啊。然后再就是我们家蛇纹石，绿色的很清楚，绿色就是我们台湾的蛇纹石自己的矿。那个，对对对对对，它有点像，我觉得它有点像玉的质感，有有点绿色，绿玉。青玉，有些人说是丰田玉，对对对，有点像丰田玉。对对，但黑色的部分又有人说是墨玉。对，那除了这台湾自己产的之外，那其他的呢？其他的大部分都是来自哪里？国外比较多。国外是哪里？意大利啊。有意大利的。土耳其。意大利很有名，就是什么卡拉拉白。对，卡拉拉白。哪里？哪里？卡拉拉白。卡拉拉白在另外一边。等下再这边呢？这边的白是什么？哪里的？这边的白比较多，我们还是以和平板。对对，然后再就是意大利的旧米黄。哦，这个这是米黄色。这是米黄色。这样子看也是看不出来。当然看不出来，因为经过风吹雨淋，所以它一定会有比较沾一点。那后面那个也是，是不是？你说这个吗？对，都是米黄色系的。都是米黄色。对。台湾现在的话呢，大概进口的食材的话，大概有占了多少？应该是除了绿色跟白色之外，其实应该80%-90%几乎都是国外进口比较多。80%-90%，等于是说只有大概2%左右是属于台湾自己的。对对对，我觉得应该。那80%的话都是国外进口。三台矿业除了在花莲拥有自己的矿场，厂区内还堆满着来自世界各国的原矿，正等待着加工作为建材。好，来，接下来呢，我们要请我们右边脸很美的田姐儿。来，赶快帮我们介绍一下现在在干嘛。这是我们的单刀修。那我们石头进来的时候，我们会经过，我们会依它的状况去那个去调整要不要去做修刀的部分。那因为我们的锯台的长度有限，高度也有限，它如果在过长或过高的状态下，我们会稍微做一个修边，然后或者是我要入孔入在我的那个锯台上的时候，我需要把它底是修平的状态，因为修平的话，我石头捅上去，它有一个抓，就是类似抓地力会抓得比较稳。它在锯台，因为我锯台是80几片的锯片一起拉锯的，它力气非常的大，这是一片哦。所以你的意思是说，我们刚刚看到那个原石哈，这么大一块，那旁边可能都是不规则的。对。但是我们要把边把它修整齐，修到一整块方方正正这样子。那它像这样子哈，这样子修的话呢，修这一个面的话要修多久的时间？半天，一个面就要半天了。那你总共4个面的话，那你不是会要花2天的时间才能够锯一片的石头，对对，一块的石头。对，所以有时候有客人他会问我说：“哎，石头，赶快帮我加工。”我会帮你们加工，但你要想看看我的工作流程。对，所以我们都跟客人说：“这不是切豆腐哦，不是你一刀就下去了，也不是切吐司哦。”所以你要给我的时间，就是我都跟客人说：“那我的加工时间就是7到10天，不含假日。”所以就让我，因为我一定要顾品质、顾安全性，所以我才能把这些东西完完整整的交付在你们手上，所以我都会跟客人说，时间上不要催我，不要赶我，这样我才可以慢慢做，做出品质，做出安全。原矿在修整完后，送进钻石拉锯机，刀片上面镶满着钻石的机台，满台时一次就可以切割出80片，厚度2公分的石板片。花莲的石材业发展至今，已经成为了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石材产业供应链。全盛时期，加工设备以及产能呢，高居世界第二，仅次于意大利。我
们可以过去那边看吗？可以啊，可以啊，走啊。这边是干嘛的？这里是我们的补教区。哇，我们看到这一整片是白白的，就是我刚刚讲的那个，就很多工人呢把一片一片的大理石这样子搬出来，为什么放在这边啊？哦，我们现在的这个部分就是我们的第二个补胶，就是它第一个晒板，就是把先把水蒸气先蒸发掉，对，然后让板子是呈现在热的状态。那因为我们的 AB 树脂胶，它遇热就会吸的话，就会在这个细缝中会比较吃得进去，对，因为这种 AB 树脂胶它吃进去的那个程度有限，所以一定要在比较细的比较热的状态之中，它比较吸，越吸越像水，水的渗透力会比较强，它会在这种，因为石头都这个大理石都有一些毛细孔跟一些细纹，所以它可以把它做一个补强的工作。好，那我再问一个问题，是不是每一个大理石呢切割下来的话呢，它一定多多少少会有裂纹，然后那些裂纹的话呢一定要把它拼接起来，那我如果呢要找一片呢完整完全没有拼贴的话，这边找得到吗？完全没有拼贴的吗？就是不用去接板的意思。对，不用接板的。像这个哪一片啊？这片，像这片就是没有在做接板的动作了。这片没有吗？没有。有啦，这片有啦。但是它是下来的时候，它是比较完整的，它不像那个是相对来讲比较完整一点。对。所以这里的话呢，其实要找到那种完整性非常高，然后呢完全都没有拼接出来的，其实是有难度。其实是对。有难度。应该是说每一颗石头的质都不一样。田姐儿，你知道吗？我叫廖大户，我要的呢是一片最昂贵，这是最奢侈、最漂亮的一整片的大理石。你们的厂里面找得到吗？找得到，找得到，找得到。在哪边？在里面，等一下带你去看一下。真的还假的？真的。全整个厂还是整个花莲还是整个台湾？应该是整个全世界，整个厂里面最贵的一片。对，这边有呀。有。好，那你带我去看。我们现在看这个地方的话呢，已经全部都是成品的。是成品。然后我觉得我自己很像来挑那个建材。所以我们这边看到的话，就是各式各样的一个花材的话呢，所有的人都可以进来挑。都可以。然后看你喜欢哪一种的。对。我刚刚看到外面，我们刚刚一开始的时候讲那个和平白，那和平白有没有切出来的？哪里？就在你旁边这一颗。啊，就这一片哦。对。哎，很漂亮哎。是啊。这整片就是和平白。都漂亮。它有一个天然的纹路啊。是啊。哦，这些全部都是天然纹路，所以和平白的话，它切出来都是这样子。对。线的网哈，你可以看到上面的话，那这个网状的话呢，是一块一块的哈，对，而且它是黑白非常非常的分明，非常分明。那蛇纹石的呢？蛇纹石的在哪边？蛇纹石在那边，前面这个就是蛇纹石哦。哎，它又不一样了，不一样。蛇纹石它比白大理石的花纹更多，对，更广，也更活泼一点，因为它的纹路有分有白纹的，有黑纹的，甚至都没有白纹，就纯粹就是一个素面的都有。蛇纹石它又分各种各式各样的颜色，这样子。然后因为它的纹路的关系，我们就会分成光面、跟仿古面，甚至平光面。平光面就是在光面的颜色，因为光面是比较亮的，它平光面是比较看起来比较没有那么亮，就所俗称的雾面。因为有些人喜欢在电视墙后面做一个雾面，因为你看电视比较自己会有反光的效果。啊，仿古面是因为看起来会磨起来有点凹凸感，会让石头更有。看你自己喜欢什么，然后另外一个呢配合家里面的一个装潢需求，没错。然后呢，另外呢，你如果想要奢华的啊，也有。到底在哪边？这里，这一片。对，这一片目前是我们全场最贵。有没有看到这一片？为什么它是最贵的？因为我们老板呢，他亲自去换去挑选的。啊。然后因换中选一，因为它的纹路纹理都不一样。不要看它这样哦，它的头又是不一样的纹路哦。是贵在它的，当然了，我们特点，你看从一百位的。
其实是有什么水晶，水晶，大家可以这样，这边远远的看得到吗？这边是水晶，对，这边也有水晶，对，它可以透光，真的哎，你看这个全部都是水晶的结晶。整片石板布满着水晶结构的奢石，天然的纹路宛如一幅抽象画，是绝佳的精品。三泰加工生产石板材为一次加工，抛光后就可以直接作为建材使用，二次加工后更可以成为各种用途，现在也是花莲文化创意产业的主要材料。其实我们看到这蛇纹石头，它现在其实广泛的被应用哈，包含了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些文创的一些商品。我们甚至呢，在那个石材加工厂里面呢，其实呢就看到了这一只恐龙。对，然后这个恐龙的话呢，它好像不是只有摆饰而已，对不对？对，它是功用上，我们一般还会是建议客人说它可以做扩香石使用，因为它可以看到一个差别，是我们背部这边它的颜色跟我们正面看是不太一样。那其实像这样子的时候，我们这个表面它就是石头原本的天然的面，没有去做抛光，也没有去做研磨，它是最天然的样子。那蛇纹石有一个特性，就是它是多孔性的石材，所以它其实本身具有毛细孔，它是会呼吸的，所以你今天精油放上去之后，它是会依照空间内去做扩香的使用。除了恐龙做这样子的扩香石之外，我们还有做成更小的，它是一个冰砖的用途。那冰砖的话，它其实就是像这样我们一般看到的冰块形状嘛，那它其实就是今天如果你把它洗干净放到冷冻库里面，再放到烈酒里面，它就可以降低酒的温度，可是它同时又不会像冰块一样融化去稀释口感。哎，对耶，所以这样子的冰块其实它是一个环保的使用，然后也可以重复再利用。以蛇纹石创意为构想的文创商品带进了人们的生活，也试着开创未来产业市场。我们未来的规划，当然我们会持续希望说透过这个品牌去开发新的品项，然后去打破蛇纹石的比较传统的这样子的意象，然后可以带给赋予它一个新的生命。那我们会希望说我们接下来去开发的产品是可以让蛇纹石比较符合在现代人的生活美学里面去可以广泛被运用，或是去做搭配配的。近几年，国人越来越重视自我健康的要求，也带动了台湾运动风气。兼具时尚与功能的运动服饰，成为了一股迅速崛起的新风潮。各种科技材料和纺织品的结合，正颠覆着台湾纺织产业的传统样貌。这个是尾编的机器，然后它是一台双面机，它现在生产的布料呢是生产高弹性高回复性的双面布料，它可以做到保护肌肉跟雕塑身形的那个布料。你说是高回复性哈？什么叫做高回复性？一般我们像我们穿的衣服，像你穿这个 T 恤的衣服啊，是单面圆边布料。这种布料呢，如果加上弹性纤维的话，你拉的话，它会就是比较不容易回去原本的样子。哦，我知道了，比较高回复。就是以前穿那个衣服有没有穿久了以后呢，又固掉啊呢，它会出现荷叶边。对，对不对？它就不会回复，就像领子，就像领子，像我这个衣服的话呢，领子呢穿久了以后呢，它就会有荷叶边，它没有办法回复。但是你这个就不会了，对不对？我这个就不会。所以我们现在看到它其实呢正在织哈，然后它的过去的话呢，我们看那个织布厂的话呢，它可能是一条的生产线，然后整条呢这样子呢才生产出一批布来。但是它这一台机器的话呢，是马上可以生产出来。底下那一边的话呢，其实就已经开始在卷布了，对不对？对，它这个是纱从这边进去，然后这边有一个送纱器，就是控制纱的张力，然后呢跟上面的弹性纤维一起镶嵌进去，镶嵌进去，然后这边就会织到嘛。对，你看到这边有针的地方都是在织到，然后它可以做到就是进去之后呢，它其实里面布料组织是三层结构，它可以做到非常高强度的高回复。能不能偷偷问一下，有哪一些国际的大品牌是使用到你们所生产的布料？这一块布料的话，大部分的运动品牌有用到啊，然后用最多的是内衣跟塑身衣的大品牌。哦，为什么是用到内衣跟塑身衣？因为这个布料它的亲肤性啊，还有它的
包覆性是最好的。例如像个伊洛一条紧身裤，它就用到这个高弹性高回复性的布料呢，搭配另一块网布剪接，做到改变它的腿型，让它腿看起来，让女生的腿可以看起来比较细。台湾的机能布料为什么能够那么强？因为台湾人他的研发能力会比较强，像我们公司的话，一年大概可以做1000多组的研发新产品，然后再来就是品质的稳定度，再来就是我们的价格上会比较有竞争优势。然后我们现在又往更高端、更精致的机能布料的来发展哦。对，那我们可以打开来看吗？可以。好，这边的话呢，我们看到的话，它其实是圆筒型的一个织法。然后呢，后来呢，再做一个裁切，然后变成对这边剖刀，然后剖开，对大那个大剖剖完之后，它会卷成一只。这是一家位于桃园观音的纺织厂，拥有不少染整技术的专利发明，更是全球唯一能够量产60针织布技术的纺织厂。成立至今已经有33年的打纺，靠着高弹性的机能布技术，受到了不少海内外知名内衣品牌的青睐，像是维多利亚的秘密、丹芬、华歌尔都是主要的客户。近几年打纺也开发了不少环保机能性布料，这也让台湾本土服饰品牌在寻求创新的同时，找到了另外的商机。刘大哥，你们是怎么样挑布料的？就刚刚讲第一层肌肤在什么样的，就是夏天凉嘛，对，冬天暖嘛，那我们讲的是铅嘛，现在市场上这个东西刚刚讲这个泳装都有分解嘛，对，氯气中分解嘛，下海水有盐分的分解嘛，对不对？所以他现在开发一个不分解的一个，您来解释一下。它这块布料呢，就是用 PBT 去取代弹性纤维，也就用池里面是氯的水嘛。它久了之后呢，如果消费者游完泳下去上来没有做马上做清洗的话，它那弹性纤维其实是会脆化的。哦，这个就不行。这块布使用 PBT 的话，它是本身有弹性，它不是用弹性纤维。对，所以它可以，它下去之后再上来的话，你就算消费者懒得洗，直接把它装到袋子里，它也不用怕那个弹性纤维脆化的问题。所以刘大哥，你们会针对说某一些特殊的一些设计的话呢，会量身帮他打造一块自己的布料吗？应该不同需求有不同步骤吧。对，那你再升级嘛，针对消费者的品质概念来讲是重要的。对，新运动新日常是未来的主流，然后把台湾的纺织的核心把它变成流行，把它再变成是人体第二层肌肤很必要的一个商品，这个就是我们要做的目标。经营台湾轻奢时尚品牌20多年的刘本谦，秀出了在后疫情时代商务休闲穿着的新趋势，于是他将触角延伸到了机能运动服饰，请来屡获红点设计奖的设计师，为运动服饰品牌注入新活力。你们当初是怎么样帮他设计这样子的一个 logo？ 其实我们在想的就是，因为大哥品牌是以女性为主，那其实我们就在这个品牌里面去研究，就是新时代的女生心理状况到底是怎么一个样子。那我们自己觉得现在的女孩子有一种特别的魅力，就是有一种慵懒，但是你会发现那个慵懒并不是懒惰，但是她又有某种目标在追求的那种魅力。所以我们在设计图标上面就设计了一朵小花，可是小花你会发现它软软扁扁的，好像没什么力气，可是你远看的话，你会发现它其实像一个有点像爆炸，有点像我一拳挥出去打挤出去的一个爆炸的花，对，有点像动漫的那种爆炸感的花。所以我们希望透过这种有点冲突感的符号，既慵懒但是又有爆炸性的这种冲突的两种视觉符号去构成这个 logo。 而且这符号的话还不是完整的一朵花哦，对，其实我们也想要，我刚有仔细看了一下，它缺了一角。对，所以
应该说那个缺角其实我们刻意设计的，对，原因是也是因为我们希望透过一个不完美的花的形状去呼吁现在的女性族群，其实你不完美反而是你的特色，你不完美也可以勇敢的出击，嗯，会是这个品牌上面我们想要去传达的重点。我们现在呢来到这个地方呢，这一家呢是旗舰店，而且是精华当中的精华哈。现在呢是全台湾的第一大的一个女装的一个设计品牌哈。我问一下那个刘大哥，这样子的话呢，台湾现在目前总共有多少分店？那花了多长的时间？一路最多78个店。那疫情当中期间有调整了一些店。对。对，那花了23年，哇，不简单。对，23年。哎，这其实是一步一步的走过来的。对对。因为台湾如果要做这个品牌的设计，尤其是服装，相对来讲是比较困难一些。那你当时是在怎么样的情况之下呢？觉得说，哎，台湾在服装品牌上面的话呢，也许呢有国际上面的一席之地，也许呢我们可以拓展品牌之路。因为我改变台湾博尔家的秩序嘛。嗯。那现阶段我们也是延伸原创品牌，对，为一个从设计原物料开发，嗯，到设计到打板到生产，嗯，到通路管理，好，这个部分就是以我这20多年来所经营的方向跟模式。所以博尔价的策略的话是你们成功的关键，是我们成功的关键啊。但是博尔价的话，它碰到一个市场竞争的问题，尤其是国际的大品牌，那也许他们在换季的时候，或者是说在折扣季的时候呢，他们会进行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折扣战。你怎么样在这样子一个国际品牌的一个互相竞争之下呢，能够脱颖而出？我们靠的是往时装靠，不是往成衣靠。那现在国际大品牌这些的品牌，他们当然谈的是15天的流行嘛，嗯，所以这一点跟我们是差异很大的。那所以进入了后续所要发展问题，变成是用高端精品的副牌来规划这品牌未来发展，基于现有的市场这些的品牌，这种所谓商业性价格很平价的这东西，嗯，我们原本就刚刚做7个，嗯，所以我们刚刚所提的部分，一路所族群所打造的部分是打造高端的上班族，嗯，这就是我们现在一路品牌的定位是这样子的，嗯，所以你不去做那个所谓的价格战。但是你们一开始的时候呢，就已经做了非常严谨的一个价格定价的一个策略在里面。是的，是的，因为我们用我们的产品，并不是做15天、20天的流行，我们做的是现在消费者衣橱里面2年、3年都还在穿衣落产品线，代表衣落非常重视它产品线的品质，对。这个是很重要的关键。在你的整个的企业版图里面的话，您是怎么样去做规划的？因为我现在知道的话呢，你们其实第二个的品牌的话呢，现在也出来了哈。当初整个公司的想法，希望能够在华人市场做到有一席之地嘛。对。所以公司当初的想法是左中国，右东协。所以一路在2010年的时候就进了新加坡。新加坡挑战度是最高的，成本是最高的，对，经营起来的话，那后续的旁边紧接着马来西亚啦，这所有的印尼啦，泰国啦，相对就比较好进驻，对，那重新整理之后再规划了所有未来后续运动品牌的建制，运动品牌是未来时事上的需求。所以这个运动品牌，我们用人体基因的渴望来打造第二层肌肤的想法。嗯，那现有所有的一落的新运动品牌的部分，源于就是台湾的原物料来操作的。那台湾原物料的机能布种、机能纺织在全世界是之冠，所以我觉得既然有那么好的这种的原物料，那为什么不把打造一个新运动的品牌？嗯，所以现阶段一路所切入的这个新品牌的概念是用后疫情时代度假的角度去切这个品牌的发展。嗯，就台湾非常优秀的叫做
胶原蛋白这件事情。对，那胶原蛋白的源自于它的原物来自于私募鱼鳞，现在来的所有的叫做无锅鱼鳞，那个都从萃取出来的这种纱线，把它做成纺织。那这就是我其中我们做运动一环很重要的产品线之一。所以你那个是胶原蛋白的支线，对，下去做的哪一件？它里面这是冰友吗？有各种。这个是胶原蛋白，对，所以它对我们肌肤的保湿度是非常好的。所以在这个外，你在它，而且它本身的那个透气性跟排气性都非常好，对，所以这个就是我们所主提到的第二层肌肤的概念。所以它是服装的时尚品牌，还是说它是生活时尚的品牌，还是未来都有可能？都有可能，未来我们后期会打造复合式的店，对，就打造现有伊洛的流行，未来这个新品牌 Coach Punch 的新运动品牌，然后未来会注入了 Life 的东西，未来后续把咖啡注进去的服务，对，那后续这个东西会在一个很大的店铺呈现。没人说把运动做得那么时髦，做得那么样的新日常，那也不拘场合都可以的穿着自个的个性。我想这个东西未来伊洛的新品牌 Coach Punch 在市场很快就能够有一席之地。我想的部分是希望能够颠覆台湾的产业链，对，因为台湾的这种机能市场的产业链，大部分很多都帮国外品牌做开发，做生产，那我个人觉得它很可惜，对，所以才规划这个伊洛的新运动品牌。我就想大声讲，这个延误来自于台湾，想说是不是能够在这个台湾服装领域来讲哦，能够闯出更不一样的一个高度嘛。所以我想这大家拭目以待嘛。疫情期间呢，我相信很多电视机的观众朋友们呢都使用到了这个外送平台，但是呢借由这个外送平台呢也创造出了非常多的一个经济奇迹，其中呢包含了我现在呢所在的这个位置的这一家店哈，是位在信义区里面，你知道吗？它光是一个月的营收的话，在疫情期间的话就高达了200万台币。哇，这个奇迹呢到底是怎么样造就出来的？来给各位观众朋友们看一下，有没有看到这满满的呢全部都是烧烤的烤肉串，各式各样的烤肉串呢这里全部都可以看得到。我刚刚稍微煮了一下，这最起码应该有40多种以上。我不知道说现在原来呢过去所谓的摊车经济摊商经济现在已经企业化来经营了。好，来跟我一起来挑一下，来一定要挑这个烤鸡腿，哇，鸡腿现在已经变得那么，你看，哦，还有呢，另外呢，还有一个鸡翅，另外呢，还有这个叫做葱肉卷，哇，这个葱肉卷的话呢，一定要挑选的就是，那个宜兰的七星葱，好，这个葱肉卷要吃2串这也就只有台湾有台式的葱肉卷台湾的口味。好，另外的话呢，啊，这一个呢还有七里香，有些人不敢吃，有些人很喜欢吃，像我呢就非常的喜欢吃那我记得以前的话一卷的那个七里香的话最起码应该要有6颗，现在只剩下3颗了，没关系，我们就拿2串以前过去的话呢，我们看到那个路边的一个摊车呢卖台式的烤肉的话呢，搞不好都没有这样子用一个冰柜这样子把它冰起来，然后呢就直接放在那个路边上面去烧烤。那不管是食材卫生或者是新鲜度的话呢，你其实呢都不知道，但是呢现在的话呢有没有看到那么漂亮整齐现在呢已经变成了台湾的台式烧烤的一个流行文化了大哥来这边消费的话平均一个人大概多少？看大概15只的话，如果不多拿都基本上吃不到4-500以上啊，4-500以上吃不到，就是如果不多拿肉的。真的吗？不拿肉。
结完账后，烧烤手马上进行食材分类，开始烤制。另一位工作人员则包装、摆盘、备料。才刚坐下来没多久，我的烤肉串就已经烤好了。哇，欸，我刚刚有点那么多，哇，你看那么漂亮。嗯，对啊。欸，这跟以前那个吃烧烤是完全不一样了，不同的感觉。欸，我最喜欢吃的是这个。哦，眼光真好。而且我发现在这边等待的时间不用很久。是的，大概等5分钟而已。对，差不多，差不多啦，差不多5分钟而已，就马上可以上台。欸，赶快吃热，赶快吃。好啊好啊，来来吃吃。我喜欢吃那个葱肉串的原因就是你可以吃到那个葱的那个脆度，爽脆度。然后呢，好吃的话呢，那个肉它呢不会过硬，然后呢还带有那个汤汁在。哦，对，对不对？对。哇，是包葱卷，烤的刚刚好。对，这个店里卖超好的。就肉串嘛，必点肉串卷。那这一卷多少钱？我刚刚都没有看到单哦，单品项的价。这一卷35块。35块，对，两串，所以我刚刚点了2串啊。为什么要特别讲这个烤的时间哈？就是因为呢，过去的话呢，其实我们在吃烧烤的时候啊，不管是经营者或者是消费者，是，其实都存在一个问题，就是说，哎，我等待时间会不会过久？哦，对。然后呢，你等待时间过久的时候，大家就想说，啊，会不会假节烧烤爱单几张，就爱单啥张，我们就好奇在五告布，然后蛋糕我把豆龙摇啊，对，不用哎，只要5分钟的时间，差不多，对，差不多。我看你们的话好像也不太一样。哦，对啊，因为我们在烧烤上面有一定的 SOP， 对，像这个颜色啊，你看一下哈，就我们颜色要烤到一个金黄，对，那我们撒粉的这个动作啊，也要在7分熟的时候才能撒，对，然后最后大概就让它再滚个30秒就可以出餐，那滚过头它就会容易烤焦。我们比较特别的是，我们会用调节器，对，然后去调节它的一个风量，对，然后让那个红外线的这个两个烤那个叫什么陶瓷，对对，让它受热比较均匀。在烤制的过程当中，其实都考虑到了。然后另外一个的话呢，其实呢，就是这个等待的时间的话，就是关系到翻桌率，对不对？哦，对，没错。对，像翻桌率的问题啊，因为我觉得应该是每一个餐饮业的小的店面都会有这个困扰啦，就是说会担心说翻桌率不高，对。但是我们的客群比较特别，我们的都大概2个人，一个人也可以吃。光是信义区的直营店，一年的营收就超过2000万元。小摊车起家的平价烧烤店，现在全国有20多家店，年营收破亿。7年级生的执行长陈延林，2010年原本在大陆从事房地产业务，回台创业后选择创业门槛较低的烧烤业。一开始和朋友合资不到10万块钱，在台北的通化夜市开启了第一家平价的炭烤摊车。第一家店就是这样处理的。对，只是早期刚开始创业第一年，那个口感上面一直在调，不断的在调这样。而且我刚开始是用木炭啊，用木炭烤，对，但是就很惨痛，因为整条街烟雾弥漫，我3天就没办法营业。对，边做边学，不断改良传统烧烤店经营上的痛点，从一台摊车变成了2台摊车。没多久就开始有人上门询问是否开放加盟，但很快的他就发现难以掌控加盟店家的品质。我们在摊车经营的时候就有遇到有一些老板啊，他要省钱，对，那他可能不愿意食材贵，不愿意开那个冷冻，对对对，开那个冰箱他不愿意，那因为电费太贵，对，然后因为要对对对，就是说电费很贵，对，然后连防尘帘可能他都不愿意啊，他盖了防尘帘之后呢，因为没有开冷藏，他食材就容易坏掉，对对，所以就有这样的问题。
面对理念不合的加盟组，合约期满之后呢，就让他们自动离场，并且开始思考着台式烧烤素食化。陈延林执行长于是开始着手进行标准化的作业规范，首先先改善门店现场消费的流程，收掉多年的摊车，租下街边店，设计食物冰柜，接着解决等餐时间过长的问题。于是他引进了红外线烧烤机等等设备，改善了环境，建立起了标准化的烧烤店。好，那我再直接问一个问题哦。好，直接讲消费者喽。好的。可以试试看。对，这个、我刚刚讲这一个同款啦哈。以前卖20块，是三串啊。啊，你现在已经有了冰柜，对，有了店面，啊，有了美美的环境，然后又有中央厨房啊，是。啊，现在变2串了，现在变35块钱了。对，是。对。那你觉得消费者有没有办法接受？价格定价策略。一开始我觉得会有一点点难接受啦。对，那我们一开始还是会做一些促销，而且是可能长达3个月到半年的促销，让它2串有优惠价这样子，去因应它。那因为其实疫情、国外战争等等的，让这个物价波动啊，像供应商源头，他们原物料供应给我们都已经涨幅了8次以上。对，那我们也一直动涨到快要撑不住，对，所以势必会做一些调整啊。我们来拆解一根烤肉串的成本结构，主要有3个成本：人事、食材、租金。在万物皆涨的情形下，如何增加生产效率，减少人力成本呢？陈延林进一步把目标带往上游。我们最大解决的就是人力的问题，那基本3个其实就可以经营一家门店这样子，但要看业绩量，如果业绩比较多的时候，那还是需要多一个这样子。但是以比起没有以前是前店后厂的概念，那这个人力哦，如果没有中央厨房啊，我人力大概要8个，对，因为光串料就一个人完整的串就要16小时，对。品质与价格优势是陈延林能够在市场竞争当中脱颖而出的竞争优势。根据经济部资料显示，2022年全国餐饮业全年营业额为8653亿元，创历史新高，年增18.9%。烧烤类别则占了2到3%左右。营业额约在200亿，在所有餐饮业当中占比并不高，但是却有逐年增长的趋势。看准未来市场，陈延林投资千万设立了中央厨房，增加了投资价值。现在正在生产的是什么？我们这个是海大龙珠，可是外面都是小颗的龙珠，但我们选用的是50元硬币大小的龙珠，是比较大的，它口感上会比较 Q， 比较弹。所以这个是龙珠？对，这是大龙珠。所以你可以看到它的 size 是比较大颗。是的。那你现在通化街的时候，一天的话大概可以串多少？我一天大概备料就要备16个小时。对，因为我们一天大概要准备1000串的食材。对，16个小时。对，那你不用睡觉了。对啊，对，我有时候会串到睡着。所以它的其实串烧里面最主要的话呢，其实它的前置的花的时间跟精力或者是成本，相对来讲是比较高的。对，也是因为这样，所以我才透过老师的辅导，才知道说有建置中央厨房的必要性，因为这样会替店里节省很多的人力。对，像这样子的话呢，这个
大龙珠，是这个大龙珠的话，一个小时这台机器的话，大概可以生产多少？哦，我们这机器还算蛮快速的，它平均大概一天可以达到满载，它是可以2500串。2500串，对，一天哦，对。没错，对，那人工呢？人工只能300串，一个小时就300串。但是我看了一下你这边的中央厨房，这启用多久了？哦，今年6月才刚刚完工。嗯，对，投资大概3-4个月而已。投资大概投资了多少？哦，这个真的是砸重资啊！啊，砸重资就是重资是什么？破千万了。破千万？对，光这台设备就500万了。破千万的投资，然后减少30%的人力成本。是的，那这个只有能够串龙珠吗？它能不能串其他的东西？哦，它可以，它还可以串牛肉、鸡肉、猪肉这样子。嗯，对，然后还有像鸡胗啊，也可以串。哦，嗯，它有形状的就都可以串。好，所以这一串的这个龙珠串的话呢，最起码减少掉的一个人力成本的话，就是大概是30%左右。对，30%左右。所以30%的话，就是少掉一颗。对嘛，哈，对，就节省掉了哈。这个呢，这一颗的话呢，就是谁赚走？执行长，你赚走了。我有分下去啊，有分奖金下去，有分下去啊，就是所有的业者他可以是赚到，因为你只要能够把那个成本下降的话呢，你的获利的话呢，其实基本上就会提升了。对。哦，现在这边的话呢，还用到了3个人力成本。然后刚刚执行长特别讲到了哈，他这一台机器的话呢，就少掉了30%。他们的薪水啊。对啊，那你会不会担心啊？啊，如果这个自动化一直生产下去的话，你这一个位置也不在了哎。我还有别的马。还有很多事情可以忙，还有很多事情可以忙的哈。温度保持在18°C的中央厨房，导入了烧烤自动化生产。另一方面，执行长陈延龄还筑起了一道难以突破的关键配方技术。除了我们刚刚看到那个那里呢是在串烧之外，对。然后这边的话呢，其实是真正你们的关键，对不对？对的，机密大公开。好的，秘方大公开。对，我们的配方。对，你们的配方。对，那像这个特制烟粉啊，那我们里面有用了百草啊、五香啊、八角啊那一类的。汉方这边这里面，对对对对，这里面对，然后颜色会比较偏黄色，对对，然后这个呢腌下去，对，那它本身会去腥味，对，那再加上就是它会因为它是干粉，它就不会那么黏黏稠稠的这样子，对对对，那我现在就要开始腌制它。啊，这个秘方是哪里来？哦，这是我的亲戚，我的亲叔叔，对，我们就是当初在创这个品牌的时候。然后就有请教他这样子。几乎有70%以上的食材呢，在中央厨房都已经完成了腌制、蒸烤、串料、包装的前端上游处理。后续呢，只要将食材送到店家，就可以开始贩售了。从中可以观察到，陈延龄虽然在初期投资金额庞大，但从生产到销售的上下游可以完全掌控生产系统，不但强化了品质的稳定度，未来在展店上面后勤补给可以马上接应。央厨的设立，陈延龄说他有着更远大的计划。为了这个工厂，那我没那么会赚啊，就是其实大部分还是靠银行的帮忙，对对对，融资这样子。那政府那边我们资源也有拿一些这样子，对，所以这个工厂呢，有了这样的一个食品工厂啊，可以做的事情比较多，比如说代工，比如说电商。那我们不只供自己的品牌，我们还有能力去供帮一些其他类似的业者去做一些供货的。那目前也有一些集团比较大的集团，他们有串类的，也有找上我们这样子，目前在洽谈。但因为工厂今年才完工，6月才完工，现在有一些流程还在建制，对，所以明年有望第一季就可以做到一个代工的动作这样子。企业如何提高品牌价值？20年前，刘本谦原本还只是个农安街一家贩售成衣的小商家，
现在已经是80多家海内外台湾轻奢品牌的知名厂商。我们好奇这家台湾的品牌为何能在国际市场竞争的服饰产业当中成功的扩张市场。这一天，穿着休闲利落、充满着热情的刘本谦，一同和设计总监带着我们采访小组，从上游的纺织布料的挑选、设计材质，一直到门市的规划，进行拍摄了解。我们观察发现到，这20多年来，刘本谦已经累积了无数的忠实消费族群，借由门市通路，直接了解消费者的需求，缩短了沟通的时间，掌握了时尚的脉动。更重要的是，刘本谦具有创业家挑战市场的雄心。他说，台湾有着优秀的设计人才以及供应链，国际品牌的打造一直是他的梦想，希望借由品牌让大家认识台湾高品质的纺织产业。目光远大的还有这一位，从通化街夜市一台摊车到全国连锁品牌的烧烤女王陈妍伶。在央厨才启用的今年接受我们的访问，我们好奇他如何挑战台式烧烤素食化的系统改造，从点餐系统到上下游烧烤的整合。在人力原物料大涨的年代，陈妍伶以企业价值与优势创造出了未来发展的空间。而位在花莲的石矿业第二代张子玉也同样希望藉由设计可以改变大家对于传统石矿的印象，为产业注入新的活力。三位企业家不同领域，却有着共同的方向，挑战市场。我找到台湾的频率，台湾60赫兹。